这问题还是要问你的。来，请问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？理想型。啊！快速选择吧。你问我这个问题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。为何？因为我看一个女生，不仅仅就是说第一个眼缘之后，因为我也曾经有过可能觉得这个女生，哎，哇，特别投缘，对，投缘就不扁的那种。不扁啊？不是，头很圆。啊、这个包袱，我觉得是一个炸梗。砰！对，我是很靠那个感觉的。瘦的，我哦，我喜欢瘦的，稍微喜欢一点。那你喜欢高挑的还是可爱的娇小的？170以下应该都 OK 吧。我认识的女生好像也好，关系好的也没有那么高的。啊，他跟你关系不是很好，你172，没关系，因为我跟没有我跟农农真的是刚认识。